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陈恩俊。受到高空快气旋的支配，今天阳光都不错的。日出时分在喝水的天气照片上面，我们都看到蓝天白云。卫星云图上面也都看到广东沿岸的云量不太多。温度方面，去到朝早的七点钟，各区的最低气温就介乎在25至27度。我们预计今天日间的时候会阳光充沛，天气都挺热下的。酷热天气警告也都是生效的。大家記得要補充足夠的水分和提防中暑啦。我們預測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天晴，日間天氣酷熱，最高氣温大概會去到34度，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。預測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會是12，強度屬於極高。各位如果去到戶外的話，記得要做足防曬的措施啦。我們預計高空反氣旋將會在下個星期初繼續影響著華南，天色將會是大致天晴，天氣都是酷熱的。去到下個禮拜的中後期，隨著高空反氣旋減弱，再加上受到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候風影響華南，到時候也都會有翻啲驟雨的。所以我哋亦都展望香港嚟講啊，未來的兩三日都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。去到下個禮拜的中後期咧，就會有幾陣驟雨。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，再見。